世界杯新闻有点多，聚精会神。听我说，中国男篮那不出意外的输给了波多黎各，小组赛也遭遇了三连败，直接杀进了排位赛。那这场王哲林的表现那简直都辣眼睛啊，那各种两罚不进，那各种空篮不进，然后还被打二加一，那就他这个表现那都给我看傻了。我一打开朋友圈啊，全是爱王哲林的，那看到兄弟们这么爱他呀，那我就放心多了。但是乔帅呀、也跟个老倔驴似的，王哲林不行还一直上他，那是最不让人省心的呀，那感觉上胡金秋啊，那在乔帅他们国家都得跟犯法似的。那这场也就赵睿打得最强硬，还能往波多黎各内线杀一杀，但是他一个人啊根本都不够用。周琦也是软不拉几的，进攻也没啥欲望，该强硬的一点不强硬，一点没有那个老大气质啊。那最后时刻上富豪啊、胡明轩啊、崔永熙这些还有一些亮点，精气神那起码比主力要足多了。哪怕说最后输球了，你真在场上拼命了，那球迷啊也不会怪你们。那接下来我们将与安哥拉、菲律宾进行排位赛，那明天就打安哥拉，能不能进军奥运会啊，那就看这一场了。安哥拉以前对我们来说啊，那就是个小卡拉蜜，那不知道现在啊我们还能不能赢人家了。约旦也输给了美国，但是约旦科比啊全场拿了20分，尤其崴脚了还轻伤不下火线的，那也再次展现了曼巴精神。这约旦科比不仅长得像，球技啊各方面啊都有点科比的影子，那也希望世界杯结束之后啊能有 NBA 球队给他一份合同。美国队这边啊，小组赛也取得了3连胜，直接就晋级了。一般球队有2-3个 NBA 球员那就很牛了，但是美国这边那有12个 NBA 球员，那他们要使出全力啊，那依旧是无敌的存在呀。塞尔维亚也战胜了南苏丹，那小组赛也取得了3连胜，直接就晋级。南苏丹能赢我们20分，但是跟塞尔维亚打呀，直接输32分，这也说明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。如果说让南苏丹常常打中国男篮，那他们做梦啊都能笑醒了。我们抽签的时候觉得除了塞尔维亚打不了，剩下谁都不惧，那整到最后啊一个都没赢，小丑啊那果然还是我们自己啊。